以为能吃鸡儿呢，点了个吃鸡儿，我看有人给我发问号，你知道吧？我也以为我马上要吃鸡儿了，我没想到这发问号那小子他居然赢了，倒数第二个是真的。哎，别急。还往那边撞，还撞呢！哎呀，别拽我呀！你自己不走了，你拽别人。别急了，我进不去了！啊、我操！完了，完了！我实在进不去了。我翻了八个个，哎呀，这关迅猛结束啊！我们呀，还好我没有开竞猜，还好我没开预言，要不然让人家给我说操盘了，可以接受。再来一把热身而已，谢谢府大人045，热身而已啊，热一把身。甩我，别动啊，直接的甩。好，第一名。别急，别急，哎呀，过来了。我们试一试中间能不能过去啊，有可能过不去，来左边吧，钻圈钻圈钻一下给一分，黄圈给五分，就是往圈里边钻。会了吗？走呀，你们这么半天还没过去一个人呢。这把别的不说，我对吃劲的感觉不是很强烈。看看这小糖豆，我感觉这小糖豆应该能会玩，不会玩的这是什么样的？不是狗，就是那个小红人，你知道吧？小红人跟狗。我有尾巴。你都进不来。哎呀，你能进来，小伙子。哎呀，我的发，你拽我干什么？你个红的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虽然说这怎么平地摔呀，啥意思啊？哎，快跑，蓝的就剩俩了，我们一定不能让人抢了啊，蓝的只剩俩了，如果我们再没了，那队友啊也就顶不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千万不能没，
观察一下局势。前面有两个小子看着我，别让他们给偷了啊！观察一下。你拽我有什么用？哎呀哇，小恐龙！哎呀，对不起兄弟。没事，你去吧，你去，你去，你去。绿的就剩仨了，可以。没，漂亮。这一关呢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站在边儿了，然后呢推他们，就比如说我们就挑那种不会玩的推，你知道吧，就比如说这个小红的，你看着吗，俺们就推他。哎，推他！哎，俺们跟人多一块站就行，然后就不用记图，你知道不用记图，主要负责的是推人。好，一定是这里，你知道吧？这里人巨多无比，都呼一块儿。有一个自己想不开跳下去了。啥呀？好，站一块儿。啊！给我推出去了！我操，这最后一个。哎呀，这也能给我挤出去？谁呀？IG 第一百把比赛打完了，还没吃鸡儿，吃了，都吃一把鸡儿了。以后进来谁告诉我啊？谁再跟我说？哎呀，咋咋地，还没吃鸡儿啊，还没吃鸡儿啊，这种话跟他说，吃过了，很轻松。哎呀，看好这个球子，哎，别着急，直接往前上，有点滑，但问题不大。吃鸡儿了，咋还不下播？没跟你说吗？咱写的不吃鸡儿不下播，但没写吃鸡儿就得下播呀，这不冲突啊。到月中吧。哎呀，我操！
让你挤别人，哎，让你会，让你会，让你会，看什么会？让你挤我，自己掉下去了吧？啊，还会不会？看着没，会别人，这是会别人，会的下场。别挤啊！我告诉你，别挤。我给你拱下去，漂亮！来一把水涨船高吧，让我证明一下自己。钻圈圈。这是我呀，这个我肯定能抢过他。气死我了！气完了，气完了，气完了，气完了！可以，兄弟，黄队这么猛。我这小子，哎呦我这小子，我去，咱们就在这儿等啊，就在这儿等，就在这儿等，别急，哎呦哈，我来啦，黄圈，黄圈，哎呦我一炮双响，为啥不是我的呀？我都钻过来了，为啥不是我的呀？是我的吧？俩圈刚才一下，这给他钻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咱钻左边这个。嗨过，你钻这个，我钻这个。就在这儿等，哎呀我操了，你这个热狗，我今天跟你没完，你看着的，我今天跟你指定是没完，你能钻过去吗？ fuck you 啊，这红队我跟你们说，多亏了这热狗，我决定擒住他，我们下等马换上等马，还有15个人啊，你们走吧，这轮有9个人可以达标，看一看啊，应该在最左边，我感觉呀，好啊，不会吧，别急别急别急啊，哎，最后一个漂亮，又决赛圈了，决赛圈了，蜂窝子，来个蜂窝子，我对蜂窝子现在很有心得啊，我要吃鸡了，兄弟们，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我又要吃鸡了，我又要吃鸡了，明白这个幼稚是什么意思不？幼稚，这个呀，这个这个也行吧，登一把3
好。我们左边来，好，推我一把，往右边来，走位。往左边来，好，前面有个鸡，不拽他啊，不拽他，这个不能拽人。往哪走呢？往这儿走。别撸我，别撸我！哎，不是，为啥呀？不是为啥呀？哎，为啥呀？哎，不知道这个因为啥呀？这。